日本呢其中一样好出名嘅就係游戏机中心啦。去到日本点可以唔玩呢啲游戏机中心呢？咁好玩嘅嘢去日本必须经历一次。所以呢今次带大家去到池袋嘅游戏机中心。日本有好多好大嘅游戏机中心，有好多层嘅。咁佢呢会逐层逐层分晒唔同嘅游戏，有射枪啊、赛车啊等等嘅游戏，真係乜都啱玩啦。如果係好大间嘅游戏机中心呢，甚至会有成层係影贴纸相嘅添啊。身为女仔去到日本一定要拍一次贴纸相，因为跟香港真的差很远。我这个月呢都拍了五次那么多咯。而其中一个 session 一定是夹公仔啦。大间的店通常会有一两层夹公仔机的。我们为了一个 friend 的男朋友挑战了他。来我们来试一下。你瞄住他了。拿翻高一点。不是第一试一次啦，唔系睇下佢个开有几熟先咯。系啊，试下呢个先啦，呢个可能 OK 噶。唔知找唔找得起咯？一定噶啦！太低了，太低太低，前翻少少，再前翻少少，再前翻少少，睇下就变熟。我再睇下先，你唔好揿落去住，我多角度嚟，少少啲边，多角度你瞄啊。呢边少少，向前，向前你自己，向睇向你自己啲。呢个好似好啲啊，呢个角度。得啦，应该，我觉得直角会点啊？唔系，但可能 it can so， 但可能 OK 嘅。好啊 ，OK 啊，试下。如果佢唔勾到呢个镜就得啦，勾唔到，勾唔到，可能 OK。有冇勾到只脚啊？哎呀，呢个位好难啊！呢个唔得啦，呢个。试下，我觉得咩都唔得噶，可能夹翻前少少都好啊。夹喺度，个个枕头啊，因为我黑人憎地个枕头。最后一下。冇啦，应该就咁啦。真的估都估不到我們會有這麼大隻公仔，因為在附近呢要買這麼大隻公仔呢必須要花上很多錢，而我們1200就得到了。おめでとうございます。今天不知道教哪科，另外一個 friend 都夾到公仔，所以我都要來挑戰一下。挑戰你都是影贴纸相最啱你。唉，放弃啦。总结今次去日本呢一共玩了三次游戏机中心，虽然冇将所有片段都 show 俾大家睇啦，但是呢都已经可以从啲片段见到我哋真係玩得好开心㗎，所以你去日本一定要去一次游戏机中心啊。